弟车祸，妹妹要结婚，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告诉连长？钱仲平，呀，你祖母的病不是才好的吗？报告连长，她又恶化了。傻小子，马有为，啊，我记得你妹妹不是结婚没多久吗？报连长，她再婚。很好，你妹妹下次什么时候再婚，事先通知连长一声。王道辉，哟，告诉大家，你请假的理由是什么？报告是，我家台提公吃拜拜，我阿爸说特别留了三桌，请连上长官及各位弟兄一起去吃。不要笑，要请假，拿出正当的理由来，拿出你们的成绩来。